想起了一句话，命运对勇士低语，你无法抵御风暴，勇士低声回应，我就是风暴。Hello， 各位，这里是音乐猛抬头，我是小凡。花样滑冰男单选手羽生结弦在平昌冬奥会上成功卫冕冠军之后，解说陈莹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，用刚才这段话形容了羽生结弦的王者之姿。年仅24岁的他，活脱脱就是从漫画里走出来的男主角呀。羽生结弦在编排他的经典短节目《阴阳师》时，特地向安倍晴明的扮演者野村万斋学习了阴阳师的动作，配乐则是出自同名电影，和风韵味十足。结弦的表演服装结合了日本传统服装寿衣的元素，华裔选手陈凯文同样也是用这种方式弘扬了我国的传统文化，在表演服装中融入了水袖的元素，这轻盈的身姿我都怕他下一秒就要变成仙女飞走了。两次夺得世界花样滑冰大奖赛冠军的俄罗斯选手梅德韦杰娃，他在一次表演赛中选择了美少女战士的主题，在冰场上自带特效现场变身，这么别出心裁的表演你一定不能错过。节目的最后，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吧，喜欢的小伙伴记得关注，下期见，拜拜。